提出意见很合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你牺牲太多了，他每天晚上加班熬夜，为啥呀？不让你们工作。他问你哭了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他连病都不告诉你。她是你的亲姐姐呀、你的亲姐姐，你难道你就不能够原谅她吗？你不尊重我还要亲娘啊？有没有资格闹我？有没有资格教训我啊？你所最好的嘢都俾晒佢噶啦。你讲点道理。是蛮不讲理，我系蛮不讲你噶，佢有咩好啊？点解你拣佢唔拣我？中意佢唔中意我啊？你讲啊！那个，你系属于我。干嘛？你其实系属于我。你干嘛？你系属于我。啊！你唔拉住我啦！你唔拉住我。什么？
我以外，但你慢回一切的工作可以满足到你的需要。原来你一直都咁缺乏亲人的爱，是我忽略了你。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的，包括小龙。对不住，你有没有原谅我？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来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对不住。笑着喊着结伴为生。